实我无虑过被爱恋变满足一下。佢涉嫌系黑社会分子。有冇骗人？唯独我盲目。应该冇乜可疑。有机会同我试下啦。唔好意思，成熟。我叫丁小嘉，你可以叫我左丁。崔慧乔。你亦没说起，未能言就是骗局。情路有局。好嘢喎。人没法停顿，我在客厅独奏起一阙夜曲。查到啲咩 ？Sorry 啊，我谂你会失望啊，觉得好多嘢都好怪咩？咁又会系唔见，咁挂住。咁作家姐关心自己细路，唔该咩？你系一个警察，冇感情嘅事。我冇感情，我净系想支持成日制裁。是几在外的人中必须局部失忆，是因为段回忆实在太悲惨，以致脑部不自觉将它由意识入面转移到潜意识里面。这一种是人类的自我防卫机能。CTU 现在需要安排你一个人，你没可能的。你要放低以前的一切。麻烦你取身，今天的演讲好精彩啊！家阵爱你的朋友，当年一句我爱你，我都未听过。我真的估唔到原来你的心灵脆弱都咁紧要。我爱你。其实我曾幻觉共你短聚已经占到了幸福，唯独我无论再任性但夺爱这感觉仍残酷，用我指尖来狂骂你责备自己，既然平日讲不到。你说你喜欢我吗？我都喜欢你。像友情默许为咁而家喺边啊？私有嘅。喂。无奈气氛演出处境的沉重，不肯做想大众活退缩。我要是能帮，应该对谁好？将我甜蜜心跳进合格。多谢你。我爱得如坚忍，这对手软冻，心里问题未揭盅。就好似重新开花布见到咁，啲记忆零零碎碎咁翻翻。你刚刚没听到啊？我并未能哭，被识破咗佢啦。这没法躲开的战斗，浓烈气氛唤起主心的心痛。几经挣扎，为何未结束？我要是能哭，应该对谁哭？像次元的心跳震合紧，你爱得热，可惜我的心很冻。在长夜扑空。傻咗咩？系半个月粮啦，唔花啲咁嘅钱啦。不过只表咧就真系好贵嘅，咁所以咧我就当咗喺五年送俾你嘅新年啦、生日啦，同埋各时各节嘅礼物。也许你会觉得我很花钱，哇！我一日都唔够你。只要和你靠在一起，就会很甜蜜，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你给的空气。你越不讲道理，我就越想你。难道其实是我在发神经？